大家好，农村上大妮郎，看这天电天的说广播又遇假期，然后在这钱也给了，我说嘞装了吧，俺娘非得上来给我装不得，我里头在这卖的，老多城市人都说上这个房心里吊吊害怕，是的，没一点事的，吊吊的成天火了，夏天都得放上水是呗？可不是嘞，等这叫把装装，那你给我装不得，装装就把扛下去，这我都晒黄呀，往里头走啊。没事嘞，他在嘞。哎呀，那个钱，今年的钱谁给嘞？也是那个啥，哎呀，没变天黑。一万。都改了，改了回去了对吧？回家再把摸摸。这么摸一摸，可细的，改了的点分。俺娘80多了，还能在房屋帮忙当不得谁？这一个人还是不好装，这一个当不得，一家伙。对，当不得，你看你能不能一家伙？太是。开到塑料布，我一下子一掉就湿了。你没事嘞？我没事嘞，没啥事。俺那钱俺没嘞，俺这装装了，俺都一把没装嘿。俺装这样装嘞，这些永远是，永远是最好。不是，我说那个再忙呗，再多少东西了。我说没事嘞，我说你上来再去。我说我去把房钱装了，人家对付，人家叫你去吧。咱上房了，我能给你装不得，这不行，家哎，人家人家来了给你装，我不得，你看你。啊，凭我点的，然后点你说这装这地没啥事的。给你说个事吧，娘，我跟你说，那天去，刘婶整头发了，整头发长的，整头发了，俺同学正好俺去那理发了，看见我了，家说，俺同学看你那视频，俺家把俺。高兴的没见了嘛，我一家带着老同学都说你也没见了、我说坑里怎么也不去都累是呗。伢说俺城里一个跟着我们老张一路看你视频，伢说你从头又走了呗，我说是没的，我没听俺闺女说他又走了。伢说哎呦，俺这有一个女啊，俺是上大学的，伢说伢那个又高啊，不想再的自男自的，伢说跟咱偷偷说说了呢。我说姐了，我说说说完事呗。那有好的了，咱不得做点大事啊？我说。哎呀，那能还呀，那上大学的比上大二的，大三大。俺那个女当中，一直我听见说，俺也是在俺们那一直上大学的，你知道吧？俺也上大学，慢慢再说吧。这时候可不能干。俺这是看视频，从头也上大学的，俺这个没个没文化的，我也不敢。俺跟我说，哎呀，俺说，俺这个女高啊高的，我说，哎呀，俺娘还是愿意叫俺从头成个个高的。你是人家，你不是，你总该说。哎呀，俺你愿意，你愿意叫聪聪称的我呗？该不愿意呗？你可愿意？非要和俺上校的，这时候咱不敢称的我的，慢慢再说吧。哎，那说成的也，那个啥了也能个啥呗？人家这边又对了，咱都称人家光那个，那个啥了，人家那个那个啥的吧，也不那个啥，你随那个高谁不了？也不为了到了领着孩子们来搞事来了，慢慢去说吧，这事儿也不能干成的。我跟伢说，我说，行了，我回去跟俺闺女说说那个大佬，伢给我留个电话的，我说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跟伢说。你给伢等我说掉吧，
说叫人家孩子，人家闺女那又对上往这成吧，成的话上小的，还小的，可这时候可不能俺成的我的，再说那上小的那成的我不是那个，是呗？不是。你不管的，反正啥的。哦，慢慢的。不是说不管是不管，我说就真是老说伢这个孽挺高，我听着就愿意。可累。哎，你说说这个吧，俺养生。那俺这个家可能不行了。这个吧，你说说。那你这这，你少长点脚，给你往下扩背，你说。抱脚背，抱背不了。我少长点能背。爸，你抱脚背，人家背的嘛。好不？开车给你。别别，别那也得了。那行，这个咱要开吧，没事那都好了。来来，我抽给你。哎呀，我去啊！妈的，我抽给你了。你出，你出来点，在上边说啊！你在那啥，整个这不是咱也菜。来，我抽给你，快点，这个是沉的。我是的。那你可得卖上。哎呀，你说的一百斤那么塞啊！我一百斤还能卡能的，找一个这个能卡能。电话这里好的。俺喂猪，成天给俺家你弟家喂粮食，一百斤白菜都扔个车了。不能说直接，背的了，背的了，咱俩啊，可背的啊，咋了？那就咱娘抽给你，咱娘能抽到我？啊？你抽给那小男的？你弄来的？上抽吃完这劲儿都摘了。摘？弄还摘了你看？咱娘这本事还不小嘞。嗯，人家说人家这是有本事。你往里头去了啊？放别的走。啊？三板掉。再不老家，你放心。